有去事后报告下9月15号的投注改进课程的情况啦。坚仔云数据一开场呢就已经估中了那只17倍的冷门旋风传奇会在直路出头，力压那只大热门可爱新星啊，为我们9月15的赛马班打响头炮，揭开赢马的序幕。哇，见到现场观众都相当专注喎，等係用坚仔首创嘅投注绿色等緊场爆冷嘅机会啦。嗱，期间呢坚仔马评加波仔一直就从旁協助为大家提供心水，等大家可以套用落我哋坚仔绝密公开嘅投注绿色嗰度进行投注㗎嘛。开市期间我哋同马会互有攻守，直到去到第六场呢终于搵到个突破点啦。我哋中一条1216蚊嘅四连环。之后的第九场亦顺利中多条1932蚊的四连环，以每场175蚊的投注策略最终为全日奠定胜局。现场不少马迷朋友都有跟中，其中有位女士仲一口气连续中了3条冷冷地的四重彩，我们中四连环，她直头中了四重彩，当然要捉实她访问一下，一起听下她怎么说。李女士又中四重彩了，离我哋坚仔赛班已经中了第三场四重彩了，可吓人少少啊！咦，有冇可唔可以分享下咧？呢场系点样卖法啊？系呢场咪用四六双胆拖1、2、5、11、14咯。咦，即系都系云数据推荐嗰啲马匹，其实即系就系咁简单啊！你话嗰两只拖呢条你买1蚊都系200几蚊咪？204蚊买又中3000几蚊啊！条数就30000几蚊嘅，你买乜中3000几蚊？所以话即系帮到你嘅就喺呢度睇到啦，系啊，全部都系睇呢度咯。咁啊，再喺云数据里边再执执啊，同埋睇下啲神操记录咯。哦，咁啊，真系要当月化夹埋一齐喎。系啊，我哋即场都中咗呢条，我哋啱啱自己都买咗呢条，咁啊同你都系应该你又中四重彩添，你又中巴闭系嘛，仲叻，咁你中3条嘅四重彩啦，咁啊已经，咁我哋就跟纯跟云数据啫。咁譬如你话喂，你可以睇多咁多嘢嘅，睇神操啊，又睇市站，又睇賽績咁樣，咁你應份嘅，你中得多係嘛？但我哋係渣啲，我哋齋臨場睇呢個雲數據咧，咁啊少少地啦，咁啊都5倍、5、6倍咁樣啦，中翻係嘛？好，恭喜你先，今日都係啊，今日都犀利。我用咗4年啦。哦，用咗4年啊？係啊，因為你頭先講嘅所有嘢，咩神操乜鬼嘢嗰啲，全部都有得睇到啦。係啊，係啊。呢個機係第二代用㗎啦，即係已經換咗我哋2次嘅平板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哦，咁啊，係啦，而家用緊邊部啊？係新嗰個榮耀。榮耀啊，好唔好用啊？會快啲啊？快好多。快好多啊？夠用啊嘛，係咪？夠用。有即係你之前用嗰個就慢啦，咁所以如果之前有用開我哋嘅，其實都呼籲下大家都應該要換。應該要換嘅。因為平板2、3年壽命好合理啦，已經慢，好慢都。同埋呢個有 keyboard 咧，好好用啊！係啊，個藍牙鍵盤係嘛？係啊，送埋㗎！人哋以為我同你夾埋嘅，你咁樣係啊，你無端端自己 Q 個 keyboard 出嚟。OK， 我跟住 Thank you， 多謝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飲飽食醉兼夜晚，咁高興咧，波仔仲喺現場大派禮物喎，因為氣氛推至高潮啊！見到大家玩得開心、玩得盡興，兼且學到嘢走，真係我哋最大嘅使命嚟㗎。如果大家都想參與呢一個活動咧，大把機會嘅，我哋全季都搞。我哋嚟緊星期日9月22號嘅賽役期間咧，會再舉行投注改進課程，首堂嘅體驗價只係需要100蚊啫，包曬豐富午餐、任用堅仔一個賽日，同埋現場有獎問答環節，名額有限，先報先得。大家可以去下面資訊欄條 link， 或者直接 WhatsApp 或者致電55361016報名啊！